晚你好，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，我是李奕璇。马上来关心桃园傍晚再传出新增一名学生确诊，学校将会采预防性停课14天。桃园市今天原本公布12例本土个案，其中有一名幼儿园男学生确诊，晚间幼儿园的师生也陆续进行采检，而下午又新增了一名国小生确诊， CT 值是22，个案是在1月9号跟妈妈到西堤聚餐，参叙6人中先是按17983的货车司机确诊，下午又新增了这一名学童染疫，而就读的国小还有附设幼儿园都一并预防性停课14天。